们是这样一群人，在农村，在都市，有的活跃在我们的视线里，有的我们不去寻找就一直看不见。他们有着各自的手艺和技能，今天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非物质文化代表性传承人。天下饿不死手艺人吗？他们这世界打击了，不敢真把人给看。哎呀，我咋把这一块干上呢？不容易啊。我现在是对这个时期我也着火的。我就想心情愉悦的去做我的剪纸，得到得不到咱们后面再说。我就是想画着我挣钱的，你们自己去吧。传承人啊，你必须要你自己能把你自己养活了，你再谈传承。如果没有市场，大家没有需要了，你赚不来钱了，它自然就失传了。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它融入了现代生活，不就传承下来了？我们只能知道水，是拧的之水。你只能不懂这活，你走那破坏的擦破啥那个都是长的皮多的，是吗？到我们这年那样，哎，就是上辈子一直接触的这么工厂活的，到我们啥哈子这习惯了。马进仓的一天从熬罐罐茶开始，这是他从70年代末就养成的一个习惯。这几年人家恢复高考的，我那个时候说是买回这星星，应付高考。哎呦，结果我说人家都考上走了，咱们考上心里无数了，寂寞了，失落了，失落感强了，想如此到说我先查，说是清风卡，这也有了，他有了。那个年代，能考上大学就意味着端上了铁饭碗，一旦落榜，人生就会是另一个模样。考学落榜，这也是马进仓曾经一直放不下的心事。正在修建的这间房子是给孩子们过年过节回来住的，孩子们请他到城里住，他拒绝了。城市生活，你有钱生活呢？你咱们做的那期分文都没有，那不是活红扒皮的生活的。我就是做的农村的，种一点菜，种一点啥，还有个生活指望呢。穷啊，把三个月五个月剩下一分钱都没有，还是照常生活走了。你到城市上七天没钱都不得钱去。不爱城市生活，是因为曾经十多年的城市谋生经历，让马进仓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农民在城市生活的艰辛。城里南城路上建了十几年房子住错，供了小孩上学，挣啥钱是吗？挣他钱，挣下的钱
今年大把大把几家学校你走了，跟人家房东家给给了。哦，我那个时候呢，一家新衣裳都没有，为国主席还上学，我十年没穿过一件新衣裳。有人说，城市是繁华的，也是冰冷的。虽然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可是在这里没有街坊邻里的你来我往，嘘寒问暖。为了圆孩子们的一个大学梦，马进仓带着孩子们来到城里，上学做买卖。能使他有这个勇气的是父亲的责任，还有可以养家糊口的手艺。我只能我就希望完成我今儿能上。那个时候上学，我说我有雄心生你妈，我有决心供你妈，希望你妈圆我一个大学梦。在中国这种落魄的生活没时间。绿树下草丛中的这条小路是马进仓一个人走出来的，一年两年十年三十年，顺着小路便来到这个院落。马进仓就出生在这里，这条路也是马进仓从现实生活走进他精神家园的路。虽然院落破旧，但是对于马进仓来说，这里是他一个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他钟爱的戏剧头饰，这是他除了会做纸活以外的另一门手艺，也是他拒绝城市生活的另一个原因。哎呦，你咋知道这路树人家给咱们扭着里头拉的直来古董吗？让你知道这路树得给扭断的吗？我说一看别人都喜欢了。这是个大风嘛，就说头上梳个带风朝阳式，就是这么个带风镜，都是这个这老柱是他的嘛。戏曲头饰是戏曲旦角所用的各种头饰的统称，也叫头面。古代妇女喜欢在头上插花，佩戴金银珠宝等首饰，后来演变到舞台戏剧就成了头饰。不同的头饰塑造不同的人物角色。文化大革命把旧乡旧西乡全部都烧了毁了，1978年之后改革开放了，人家恢复厂转社厂些年，要那些老年人当时那个城堡了没信心还搞着呢，厂批了有些东西没有，一次人家厂这个这席子，厂那个疏散期间，脸上都抹上了是抹东西，头上说你等看，让这集散厂上，你给让这集散厂上，这头厂就出来，再给你换装二厂就出啥，头上也不了，把脸抹了。这农民我说，哎呦，我家抹东西啊，你出这一场戏不容易，只是我抹东西没配合好，为了这些我都急。有时候干工的，哎呦，那头大你还得跟咱们一换，这就叫个换厂。情急之下，马进仓决心拜师学艺。我们这当年有个段氏老汉，那个老汉是河南人，为了逃避兵荒马乱，就到这里来了，来给我们这庄那个王家找了女婿了。我当时年有手艺，做这些头戏上的这个头帽、头饰这一类的。这年这个老汉手里把这些老咱们先接受传，要一学学着，得给把我给。说农村的话呀，内耗落了个哈扫清。现在马进仓的生活虽然有孩子们接济，但是制作头饰要用好一些的材料，也很昂贵。为了让这个手艺不要丢失，马进仓就用最便宜的塑料制品和普通的铁丝当材料。
和华丽的头饰相比，他做的头饰虽然保留传统的样式，但是粗糙简单，没有人脉，挣不了钱，为此很多人不能理解。做好的头饰也没有地方妥善的保存，只能堆放在这个年久失修的老房子里，潮湿生锈。我说破鞋子，我说我们是外干多少年的，我知道做哈不内好，做哈保护不好，连修又说像这个对那些把我的世界打击了，做哈就只有把人看。我说把我修这个就都把我一辈子时间都打起来，现在有时候想起来这个就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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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事业上带来的是贫穷，生活上带来的是困难，精神上带来的失落，我认了。我也去夸了个个人夸了个海口。我说至少四幅字给国家京剧院送四个男旦，你用不用当收藏去？你觉得有人要吗？要不要你哪怕我给你送你到垃圾去，你撇去，了我一到心愿就对。我已经到五年了，给你们留，我说了，最后我给儿子说，给你们留一个印象，你爸爸没出息，一辈子就住这些字，这说穿了就是个前世传斗肚子的事，这就是。《三国演义》上那一句话了，曹操吃尽累子，你食子无肉，人子可惜嘛。你现在这么漂亮，实在可惜了吧？把我大半生的时间打起上住了这了嘛，我只能难用啊！我这东西正也是对的，我最爱的艺术就对了，我追求的是正本事、正艺术。只要我认可我，哎，我自己认可我，再就只要我不是个嘎嘎就对了。那伙人也说是我这是个废物，这文化交情哟。我一瞅那些人，我是个脸上羞涩哟。我黑马大汉的整个人，是的，丑亲族还这些婆娘，我还把这叫着来，我是个脸上不光彩。先对你们整一下，我得是个有些带我自信。马进仓看上去虽然有些木讷，但是他是一个优秀的父亲，是一个执着于手艺的本分人。尽管他做的头饰已经不合时宜，但是细细看来却有一种执着的美。也许正是这种美才可以映照他简单天真的心灵世界。长了眼睛子了，扛起扛起扛，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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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把，啦啦啦啦啦啦啦，嘟儿大呀，长长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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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上了。山区的九月正是秋收的季节，曹志勤和家人正在忙着拔胡麻。胡麻是当地的一种油料作物，也是经济作物，今年长势不错。曹志勤是务农的一把好手，和他的名字一样，他是个勤快人。你今年多大年纪了？今年虚岁70。曹志勤家收藏着一箱宝贝皮影，
一有好天气就要拿出来晒晒太阳，防止发霉变形。以往这些皮影是他们周围乡村的主要娱乐工具，唱皮影也是曹志勤唯一的爱好。给这个人是天性就给戏剧，在上学的时候就喜欢唱大的这些东西，上完学以后在村子里边的话有戏就跟着戏班子里边去唱。戏又称影子戏或灯影戏，是一种以兽皮或纸板做成的人物剪影来表演民间戏剧。表演时，艺人们在白色幕布后面一边操纵影人，一边用当地流行的曲调讲述故事，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曹志勤过去在戏班子里唱旦角。年轻的时候可得劲了，就是从化妆上声音上那都不至于女的。全边露出两小小金莲，哥们这个板子里面的话生金臭都人多，就缺蛋，就把我考到这个地方了。迈开金莲往前赶，在这上面你别笑话，好像又有一点甜乎。年近古稀的曹志勤已经无法展示当年他唱旦角时的风采，戏剧中男旦角这个身份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能存留记忆的就是这些时不时还要拿出来晒晒太阳的皮影。到了今天，皮影在娱乐教化人们数千年之后渐渐地远离了大众生活，新的更加热烈的现代娱乐方式已经被人们接受和喜爱，可是眼前的这些娱乐方式似乎又缺失了点什么。相比之下，或许是因为戏曲在娱乐大众的同时通过故事的演绎而潜移默化地教化着人心，惩恶扬善，除奸扶正，这些小小一台皮影就能演出来唱出来。不过现在的曹志勤也欣然地接受了现实，平静地过着他耕田种地的日子。好，六六八，无论什么时候还是多晚，只要唱完戏，大家总要在梁云的家里喝几杯，这是梁云家里的老习惯，自己掏腰包买酒买菜就成了他分内的事，因为他是组织者带头人。梁云是个爱唱爱玩爱喝酒的热闹人，他的爷爷奶奶去世早，父亲很小的时候就跟人学做木工，演皮影，做皮影的手艺，离开陕西闯荡江湖，后来落户到了固原。他就连做木活得耍个皮影看挣一点钱，混口饭吃，刚就这么干。受父亲的影响，梁云继承了父亲做木工、皮影制作和演唱的记忆，至今当年的一些老工具还完好的保存着，成了他家这个小农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虽然时隔不久，但是好多工具大多数人已经不认识了。近些年农村建设文化大院很时兴，梁云曾经是这个村子的支书，也热衷于群众文化活动，所以政府就投资把文化大院建在梁云的家里。如今60岁的梁云和老伴儿所有工作就是操持这个文化大院，皮影是他们这里最受重视的项目，这里的所有皮影都是梁云自己制作的。学了十几年的皮影，因为这个挑起难听啊。制作皮影工序很费时间，但是梁云依然严格按照传统工艺制作皮影。
皮影通常情况下是用牛皮或者驴皮制作，条件不允许的时候也可以用羊皮替代。先把生皮子在水中浸泡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然后用专用的铲刀剔去油脂，先用锋利的小铲刀，然后用大铲刀。据梁云说，这种大铲刀只有他这里有，会使用的人没几个。铲皮子的时候，在力量的把握上是一门技术，需要多年的经验和训练。铲好的皮子固定在木架上，自然晾干。绷皮子的松紧程度要合适，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这都依赖手艺人的经验。没有具体的量化数据可以参考，这就是中国手艺人的共同特点，全凭经验。往往这些经验就是他们的看家绝技。而梁云的看家绝技并不全是这些，而是老人一再强调的积德行善。咱们多下苦，比如这家给一个房房子呢，说你起了把心给你用完，住得好好的，一点麻烦都别住了。给你盖房，咱们行善者，这家子娶媳妇子你没钱了，或者呢，说你给我弄一点钱，我娶媳妇去。咱们家娘总有点钱，赶紧给借的，那行好，积德行善。你把这件事情得做到，你就活人活得好；你得做不到这件事情，你活人就活得不好。谁家有紧张事情？一年头疼脑热住院来借钱，只要你有钱，你没钱了，你在别人跟前把钱倒上，赶紧给借给，叫看病去，病看好了，他给你几十元、几十块钱。你医生不害病，头不疼你也不用，不生疮的不害病。我们老是跟我们说下去话。秉持着这样一个乐善好施的活人态度，梁云的文化大院办得有声有色。以往村子里聚众打麻将、生是非的事，现在也没有了。梁云也乐此不疲。有人曾经劝梁云收费经营文化大院，他拒绝了。到现在我平心，我不挣一分钱。现在我情况，因为咱们社会好听，我们主要是宣传，谁给我给钱我都不要。啊，我就是开开的，我就能养活出他呢嘛。啊，农民哪里来这个钱？你收农民的啥钱呢？你一收钱没人来了吗？咱说文化大院搞啥的呢？哪有点力度呢？就是说你他们你不挣钱，你拿啥养活呢？因为我一年包工也能挣一点钱，挣下钱全成了息了。我们对你们去全知道，俺梁云一年挣下点钱全成了息了。前几年呢，我包工都好疼，那楼房里盖都好疼，哎，都挣得好疼。啊，在我们儿子这几年也还跟我给钱。刚那年我在七几期都挣了70多万这呢，80万这呢，一年在啥都不弄，刚唱戏嘛。哎，我花的多得很了。哦，把做100多万喝酒唱戏娱乐，这个大院几乎常年都很热闹。于是人说梁云不务正业，怎么说的都有。那么他又图个什么呢？内耗，关键一个问题是内耗。我们几辈子人这个内耗的，啊，一把这个东西拿起来，饭都不吃了，就跟一个挣一千一样。有人说梁云一辈子活了三辈子人，他会手艺，会喝酒，会耍。用书面语说，梁云的人生丰富多彩，饱满鲜活，就像这皮影戏一样。虽然是几件固定不变的皮影造型，但是可以演绎许许多多的故事，诉说许许多多的情感。我的光阴还给别人好，他谁想过我这个关系还过不上？吃的给别人好，活的给别人好，耍的给别人好，在这个只要就是这个摊子，我出下那个钱，出来耍的都痛快，都高兴，他别人就不会耍。会玩其实也是一门艺术，也是与生俱来的天分。梁云的老伴儿也是个戏迷，他们的孩子也都喜欢唱戏。皮影在这个小院里会被传承很久，同时和谐娱乐、乐善好施也是这里必须遵循和墨守的规矩。老传统正在影响着这里更多的人。
把咱们这个门头箱子压了以后啊，要今天在这段楼下乡。这个由我来组织的，我名叫个姚恒义，大家也知道，一辈子那场戏。我没感觉啊，穿衬衫又有底又干又干的，我上错的。这五个年龄能出来，我也不服了，我也服了。到底是唱不出来了，没气的了。你现在装的这是啥呀？这叫清香的。这个戏嘛，那一般都穿的黑褶子，咱们这个里头没有黑褶子，咱们一溜子都算的清的清衣。翡翠头毛我弄了一上午，就当算的一个人。这头毛一戴，这个都穿下来了，要绑好好的了。大夫，凤冠霞帔。姚恒义是个爱玩的快乐老人。虽然已经是84岁高龄了，可是说起唱戏，他仍然劲头十足。即便过去在农机公司上班，他也要挤时间偷空去唱戏。外面人叫他唱戏，每天给他10块钱补贴，因为请假太多，单位每天扣他15块钱。即便是这样，他还是迷恋秦腔。你不好好上班，你唱啥戏呢？对，你才说着了，我累得很，那没办法。晚上把音响啊、板凳拿上去，叫外地来人，外地来的人连我来回的接到你，每天晚上都混唱自个的，唱来唱去这都可拍戏，在文化宫去来回去了拍戏，把这个门楼这个戏奏这个箱子放上，唱了大戏了。这些戏剧木偶有一个方言叫“肘吼子”，意思是用胳膊肘支撑舞动木偶。舞木偶的人在大嗓门吼秦腔，所以叫肘吼子。姚恒义的这副肘吼子是1978年，他和几个爱好者凑了700元钱，从甘肃金川一个江湖艺人那里买下来的。虽然有些破旧，但这是老人的心爱之物。唱戏还不能吃太饱，饱了就噗噗吹开了，饱吹我唱。哎呀，你才是个内行。宁夏固原市和陕西甘肃是邻居，唱秦腔也是这里的一大文化特征。这里的人听得懂秦腔，看得懂秦腔，有些年岁的人能随口哼唱几句秦腔也很普遍。但是肘吼子这种小戏剧表演形式近些年来却逐渐变得稀罕。我弄子现在有困难，这东西那唱庙会不叫了吗？那么解放前民国首年，解放初那是小庙会讲起来没钱，这十几个人叫起就可以唱戏好招待。在这个戏这个板子戏嘛，又不花链子，衣服一穿，咱们锣鼓一次捞一个棚子都唱开了。这5个木偶，姚恒义一个人需要大半天的时间。我们约好明天要到城里广场演出一场。突然天不给力，下起了大雨。已经约好的乐队演员
会不会因为这场雨临时有什么变化？因为会耍肘吼子的人不多，平时也很难凑齐，一时间我们焦虑了起来。天晴了，广场上也热闹了起来，戏班子也早早的来了，围观的人也渐渐多了。一想到还是这还好啊，这个这么办，舞蹈倾向大戏，这舞蹈看惯了，把这个看还改个胃口啊，这个东西都这么，这还好，这个特色啊，新奇特色，人们议论着。可是据姚恒义老人说，现在能折腾能耍这个木偶的在固原市也就他一个人。我想我年龄大了，这十几个放下，我随着活到百年了以后，这些这娃给我当财手了，他们不动，我把十五六个都给这个木偶惯了，我留了六个。就这仅有的六个木偶也很少有人会耍，这个手艺传给谁？随着年龄的增加，姚恒义也很着急。我和关姨说，你赶紧做传承人啊，现在这不学我，你愁吗？哎，我都看着那有点愁，有点遗憾，这些孙子都不学，他们就是唱不学，这是个问题，我可周期周不动的啊，现在传是困难的。现在我们咱们下场后头是他们来刘备激凌这一段选段，这一段就是个十几分钟，咱们四者戏就是一个小时啊，唱完咱们继续唱啊，现在咱们开始了。戏开演了，84岁的姚恒义依然嗓门洪亮，底气十足，这得益于他多年唱秦腔，也正是这种饱含热情的忘我陶醉，使得他的身体依然健康硬朗。这次演出也是多年来肘吼子的第一次亮相，虽然吸引了大家不少好奇的目光，但是已经很少有人摆弄这些木偶了。就在这看似热闹的场面过后，或许再过些年想要看到它就得去博物馆了，到那个时候这些木偶就是文物了。生活在宁夏六盘山区，手艺不同，生命的张力也就不同，共同的是他们都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自己的手艺，无论是只活自己的人，只做自己的事，只用手艺安顿自己内心的马进仓，角色更替之后安于现实平静生活的曹志勤，让自己的生命更加鲜活的梁云，还是最终把肘吼子捐给博物馆的姚恒义。对于他们，无论怎么样的活法，手艺总是引领着他们或更多的人一心向好向善。天下中转一转，你两转呀，自由